是你第一次来香港。我第一次来香港，我很期待。关上门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经过大概三个小时的舟车劳顿，以及在饭店梳洗完，没错，我们重新出发了。我们经历了大概15分钟排队中进来。好的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阿里巴巴。别人会不会以为你发烧？对，你们看一下现在到底有多少人。好多，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待，我们现在上缆车了，我们已经出发了。哇，太阳好大啊！我们现在整个俯瞰香港了，这缆车真的是很斜，一路爬到太平山了。哇！你觉得是感觉怎么样？好好玩哦，是搭缆车。而且这个景点是铃木岩坚持要来的，没错。因为但晚上听说很漂亮，有一圆你的梦想吗？虽然等了很久，有点中途有点想放弃，票都买了没办法出来。哎，毕竟票蛮贵的。对，好不容易到了山顶了，可是呢，每个人都去了蜡像馆以及那个山顶的摩天轮，可是呢，我就是要先来吃饭。你看铃木岩有多累？好累，好热哦。你跟大家讲一下你点了什么。我点了这家的招牌释迦云吞面，它就是所谓的馄饨面。没有吧？不是吧？云吞面啊。哦，就是。我点了一个那个云吞水饺面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贪心，就是什么都想吃。现在非常期待他们来上菜。你现在吃的是什么？要说话吗？云吞面。它的面好像那种鸡丝面。云吞咬开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云吞吗？就是馄饨吗？云吞跟馄饨明就很像，我咬开了，它里面是虾子。你在吃什么？关小文。水饺，水饺，水饺。如何？很好吃。跟八方云集有差吗？废话，每一口都有香，超大声的。林木远在干嘛？换零钱，我给我一大零钱，传家之宝。真的，好像还有那个35，前面有在用的耶。好啊，35啊。耶、yeah, ，谢谢。谢谢姐姐，人好好，还帮你换成那个钞票。我刚来一袋，刚看到我偷。通常看完杜莎夫人的民众是都会顺着这条路上来。这边是什么呢？就是摩天轮，它可以看到360度香港的夜景。可是呢，最好的夜景呢，就是已经被官方攻占了，就是必须付钱买那张照片。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拍别的话，你就只能在旁边的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有稍微一点的空位的时候硬拍一张。对，可以 OK 啦，因为毕竟就是这个地方嘛，就是他们的。总之呢，就是呢，大家都会在这边等到夜景。没错。眼看还有很久，不知道等不等得到，而且人超多，会走到位置。反正大家边走边看啦，就是呢，这是一个套装行程。先坐缆车，再去看蜡像馆，然后再上来看夜景。所以建议下午的时候再来，下午再看看，看完然后晚上上来看夜景。没话了。